那个，嗨，上面红字，好，它规定的格式，这个就把它码取消掉。上面等我一下，它有点宕掉。这个好，弄到对这里看一下，这里会你有些有空一格，有些没有，所以要是有没有空一格、啊？你说文献后面，文献后面，但是他帮那个符合十五，是因为显示的原因吗？这个吗？对，空一格哦。是说像这样子，对，要统一一下，这里是显示的问题。对对对。OK， 好。那再来25。25。用 first name 就好了，就是 first name last name 就好了。OK。去什么就好了。好。对，好来，等一下，改过就把它颜色变一下，自己再变。好，我自己再变一下。好。对，好，再等一下。哦，这个。这个要补一下，对。要像传统二十四的，去问这个东西，它力量就只是来描述什么样的作用力。哦，你是老师是说，像氢分子跟那个，跟我说你看到文献中。你上面叙述了很多力那种，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在叙述什么力，什么作用？比如说，今天大家都不是用机器 ，DLP 好了，那比如冬夜你模拟你的材料，要选一个可以去叙述什么作用的、什么键的智能函数？金属键，对不对？那为什么金属键不用再加叙述这个弱的兰德瓦作用？为什么不用？因为它本身就很强。哎，是吗？对，因为金属键本身它们之间的键值就比较强。对，没错，可以忽略掉兰德瓦的作用。那比如说赵汉，你那个波浪比要考虑怎么建？对对对，很好。那你就要去选 potential function 具有这些特征的嘛？嗯。啊、现在用 DLP， 我管它怎么建，因为你摆这些材料去 QE 里面计算，嗯，它的波函数去描述它是。共价键就共价键，离子键就离子键啊 ，QE 帮你过滤了。所以大家虽然去做这个题目以后啦，虽然几率很低啦，你是做正好是做材料开发，啊，你管它是什么键，不用再去找文献用什么智能，全部用这一套就好了。你有没有觉得你们现在这个流程，你什么材料都可以做？嗯，那就是那所以你的应该用词其实在描述什么东西？非常弱的作用力啊，吸附啊，像烧焊不是扩散，也是靠着很弱的凡德瓦的作用力嘛。嗯。啊，对，力压就就是凡德瓦，你这边全部写的、啊。好、哦。你这边只不过是要表示说上面是用力压就值，但是不太准。嗯。什么？因为你这个要描述的作用太多了，你直接单纯用力压就值的话是。不是非常精确就好了。好，反正我们写计划也不要演个严厉的批评。好，什么太多的事情嘛，对不对？简单的模拟，什么是简单的模拟？系统叫简单。嗯，很复杂的生物分子，很多不同的原子，它也是用力量用词。所以你这边是要用什么？考虑两个，
给拿掉啊，在更复杂的系统中需考虑多体效应这个模型，对，这句话可以删掉，广泛应用于简单的系统，因为它也不是简单的系统啊，只不过它是考虑两个之间的作用力啊。在更复杂的系统中去考虑多体效应，多体效应就是说你一颗原子跟另外一颗原子的作用需要考虑旁边其他原子对它的关系，不是只有看这两颗的距离，是不是大家在做同物核的时候你只需要去改变横轴，我们横轴不是用 R 嘛，对不对？纵轴让它反映出来，完全不用管这两颗原子旁边其他原子的分布嘛，是不是？那如果你要考虑这两颗原子的距离，还有其他原子在这两颗原子的分布，这就要多体效应啊。DFT-QV 就是多体效应啊。嗯。你的波函数不会只考虑这两颗原子的距离、欸，你旁这两颗原子的旁边的原子它的分布稍微改变，你的 QV 重球这两颗原子之间的作用力就会不太一样，是不是？那你这边。在更复杂的系统中去考虑多体效应嘛，对不对？嗯。去考虑多体效应。对，这种就是凡德瓦，好，这边我再回去再改。对，那你上面已经讲了原因了，下面这边还需要吗？缺点，这些应该是不需要了。这边根据以上文件显示，这边已经讲了。该方法，这方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篇是我是从老师给我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方法里面去插入。所以你说该方法意思就是用传统智能嘛，不准的意思吗？对。对，那你要介绍一下哦。好。就是这边看东西，这些科学的文章其实就是很八股的。最好不要让人家在推敲你这个。有一年哦，我有一个导生，他是也不算特殊选材吧，也是少汉林那一班的，叫什么？看要，我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们那些导生。对，应该比你们还要再。再高一点，他学习能力很强，他是特殊生，但是他所有的代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一点阅读障碍，就是说你文章哦叙述完一件事，后面就是说前述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前述是什么，或者是以上，他也不知道以上是代表什么东西，但他其他助理都还不错，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都要跟他好好的解释题目，然后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来辅导他，因为他完全没办法像一般人阅读科学的文章，其实最好就是说写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嗯，对，所以该方法是什么方法？因为我是直接看过来看。没办法连接到你叙述的该方法是什么？好。所以你这边是说，使用传统智能无法描精准描述。OK。那个 d
点位跟氢的，这个克里分子就是氢，就是。那你再看哦，你今天马上就提到 deep 了，等久。嗯。你前面完全都没有讲，没有讲，直接相比之下，跳太快，很奇怪。嗯。对，那你可以参考赵汉或是东叶，或是俊文，我帮他调过了。这边就要先介绍一下，目前有几种啊？然后其中这个 Deep MD 的方法有什么优点？好，然后再介绍下面这些文件回顾，这样就很顺哎。好。对，还有这句话，来大家读一下，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有什么不太顺的地方？前面那一段跟后面那一段没有关联。人工智能跟 DLP 根本没有关系。是因为 DLP 的发展吗？确实 GPT 也没看过那个 Altman， 他有 DLP 的那个背景啊。所以你是要写说今日人工智能利用于新材料的开发，嗯 ，DLP 扮演重要的角色。你要讲这个意思吗？而不是讲所有的人工智能的东西。对对对，嗯。对不对？那所以这句话其实你写的，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你要写什么啊。但是审计化的人也知道你写什么，但是他这样看就觉得你写的不够专业。这句话我刚跟你讲怎么改的哦。好。好，可以。诶，那。军文，你第三点也要像东叶跟军文一样嘛？要做这个。应该。上次报告那一天就确实是做这个。对。第应该是第我应该是不用这个，这个应该不用。吗？对，因为军文跟东叶的配方元素非常的多，所以必须在全。第三年要进行一次机器学习。而且机器学习，我跟你讲，没有太困难，最重要就是 data 准备好就可以算了。嗯。啊，再困难的就是说，你那些超参数要怎么调？哦，我在干这个全域最小值的搜寻，已经做了非常多年，所以套进来正好可以结合在一起。这之后我会弄好，再交给东叶跟那个俊文。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域最小化的这个超参数的搜寻哦，是对机器学习一个最 powerful 的过程哦。因为你去外面看，就在做机器学习的那些几层啊，每一层里面有多少神经元，其实他们都是用手去弄一弄，看可以就接受了。那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一个数值方法，事实上网络上面也有了啦，就是说把这个超参数帮你配到最佳的。对，那俊文，你这三年就跟赵汉一样了。第三年要做什么？第三年，第三年就是你这些训练完第二年，然后去评估你的掺杂量的最大量到多少，进行真的氢气储存与释放的模拟啊。好。对不对？烧完第三点就是钠离子在这些波浪比不同的多品进行这个什么钠离子的扩散模拟嘛。就是看，其实大家第三年的困难度都差不多啦。虽然东叶跟俊文是做机器学习，二次机器学习哦，因为我们potential是第一次的机器学习嘛，训练出来一个精准的potential，然后可以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创造很多的 data， 让我们进行第二次机器学习嘛。好，大概是这样子，再改一下。好 OK， 好。阿俊文，我还要再帮你看吗？你可以自己搞定了吗？搞定。不用再改了。就全部。我实在太忙了。全部从头弄完之后再给老师改一次。就是包括第二段什么都弄完之后，对不对？像东叶跟那个。赵汉，我不用帮你们看了，因为你们写的几乎，我上次只有改一点点的嘛，对不对？阿俊，我还要再看一遍，这就是你们的硕士论文的前两章。好，
啊有超学长的要改一下哦。我是那 ChatGPT 不让我注册啦。那现在如果要用 ChatGPT 是要用什么预备的 ？A 举有啊。对啊 ，A 举，它也可以上网啊。工业有用过吗？有。对哦，是不是很大？对，或者是用那一台有吗 ？A 举。这个吗？旁边有一个侧边栏。侧边栏。它就是去 GPT 四左下角。然后你用精准的。这个。这个。然后右上角的，对，右上角，点下去，然后就可以有，真的？这个要登账号，要登账号，不然等一下，好，等一下，我试一下，要登自己的账号，用学校账号办的，那就登一下。Google 的也可以吧，就是用 Google 的 Google 账号就可以登录啊。那个我要那个、啊，这个，哎、欸，点一下那个人头。哦。然后哦，之后我们有一些成果要写 paper 的 introduction 的部分，大家都有看过文章了吧？有点不记得自己的。经过我测试了好久，这个 A 很猛哦。我们要把 introduction 的架构每一个段落要写什么打上去，然后文件，它全部把写得好好的。我已经改过非常多那个 prompt 的格式。所以大家以后如果要写什么东西，真的这个帮我们省好多构思的时间。还是你要不然你用你的 Skype 吧、好吧 Skype 登哪一支你是登这一支账号怎样因为你的 Microsoft 里面登录的时候不就要账号密码对你自己的 Notebook 还是什么我想一下有啊密码这有个录影啊，这是你电话、哦。对。哪一个看到你的报告，哪一个看到你的电话，就打电话给你。你在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我们这种诈骗是接到你的。我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要我猜猜他是谁。我不猜他还很生气，我就想一个朋友声音有点像，就说你是不是他？哦，对对对，我就是他。然后说我就换新电话，然后隔没几天，同样的人又打电话说他怎么现在有急事叫我汇10万块，我马上出了逃跑、啊，说哪一天我要干什么，这个断码打不出来，对啊，这个错啊，一样，干我刚才都对啊。那个是错的、哦，你知道哪边是头吗？知道了。密码泄露出去，这边有分什么精准啊，有创意啊，这种修改最好就是用那个精准啊，它可以输入4000个字，但是它限制你只能问5个问题。现在可以问30个，我记得是20个，就是20个的话，那就坏。可不用精准的，精准的只有5个。我说，然后可以上网，它那个。GPT 的那个插件哦，它现在只有4-5个啦。
对，改文章我看还不错。下面的我还没有看，下面的你们就自己，我有空这个假日我看一下，这应该没有什么，不要在这里写哦。没有，这个这一段我就基本上都看俊文学长的。对啊，这个图一样没关系嘛，就是。这个网络上很多可以替代的。替代啊，不然以后你们都长一模一样，或者是如果他们是用网络上的，让你把同样的来源弄上去也可以。好，就是后面这边可能要标标一下。对，这个 paper 上面的嘛，这 TPMD 那个发展者他们发展的嘛，那前面那些人工神经网络。应该是抄网路上的、啊，但是你没有给来源，到时候人家这个是网路上的图，这个对，对，那注意一下维基百科啊。如果找不到，那我建议你去网路上再找一个跟他类似的，要把来源写清楚，这样子就完全没有任何责任了。我讲过了，反正这个理论我们没有真正在写这个程式啊。啊，依据撰写的格式有一些不是我们做的，但是还是一定要补上去，那就值得补了，对不对？哎、欸，好，可以了。好，没有，我再看一下，就不要自己写了。不要自己写，虽然自己写很好，但是我可能要改的范围就太大了。老师，我这边是用那个，就是之前。GPT 还没挂的时候，我用重写就把它写完。它、啊、是这个改写嘛？对，我用改写，然后、啊、可以啊。有大部分有就是相似度还是蛮高的。对，它就只是换个、嗯、对。那、啊、你可以下指令啊，请大范围改写啊，不要改变原本文章的。啊，以科学文章什么？啊，以符合科学文章的描述。对，然后。避免大范围重复嘛？对啊，用 APP 应该可以改 APP 处理文字，还蛮方便的。好 ，OK。对，然后还有要讲的，后面不是还有说各年度的重点吗？对。好，那个高度应该可以。各年度的重点。而且跟我们写文章应该不会差太多，因为你有稍微提到嘛。英文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好。你说像学长的这个生成 PDF， 然后弄到 Cloud， 然后下面不是有说各年度分析的重点吗？好，然后各什么可以学习到的东西，下面不是 Word 档，要请你写什么，就直接。这是下面各趴下来，预计完成的工作嘛，对不对？各年度预计成果，请帮我写。写完之后，那些摘要啊或砍图片，我都用刀出来弄，自己只要再改一改就好了。报一下今天的 paper， 就是今天这一篇是在讲说用。我问一个，君文，你现在的算到几度 ？Reference data 算的还差多少 ？Material score 都算完了吗？现在主要是算 material score。对，
就是你们 Deus Project，Deus Project 嘛。对 ，Project。那自己要创的，对，少汉也一样，自己要创的。自己要创。有没有？欲望的。有没创？那时候算一下吧，写一个 protocol， 直接改 QV 的 input 的话，是这样做吗？因为它有九，就是它上层就是两层是一样的，所以算单层的话，然后单层上面就可以，我就直接数量有九种，然后那个元素的比例有十种，所以就是用3633。OK， 所以你可以写出档名，会根据你的配方的原子数目来写你的出来的硬档嘛 ，QV 的硬档。可以，我觉得只要算一下里面用多少个就好。那阿君文会不会写？说跟那个，比如说你的管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模板了？但是里面只有碳跟矽嘛，对不对？对。那现在你要去用乱柱取代成其他的圆柱、周柱或是矽柱，你要怎么改？对不对？东叶跟俊文的就直接用 data 狼来创嘛。嗯。那少汉跟俊文就是要用 QV 去做喽。QV。这样可能比较快。如果用 data 狼的话，又要再去选，要改成哪种 type， 再转成点印档。QV 的 input 的狼也可以啊，但是直接拿 QV 的档案去改会比较快。K-Bone 你不用动，因为 K-Bone 跟空间有关，你空间是原本的那个 K-Bone 就好了。我想要放弃名字之后，就往里面改，所以又要再调一次名字。我本来打就算要改也很简单啊。我写那个脚本不是有一个是专门存那个 QE 的我们自己创的模组。把它全部放到那个资料夹，再执行那个爬虫，它就会根据你那个原始你自己创的上去爬，它 K-Bone 就会再帮你替代掉。因为我本身想法是在 data 创新 data 出来，然后再拿去爬，再做新的 data 出来，就是修改跟改也打打。好啊，看你们觉得怎样会比较快。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改 QE 的 input 的档。对，君文也要赶快创一下。你要除了 Matthias Project， 我们自己要丢进去学习的 data。对。那些 data 如果非常大的话，我看是那个 MD 就100步就好了。好。反正你在写计划 ，data 创好就让它 run 啊，不然到时候。等你闲一闲没事做才去 run 又要等好久了。嗯。OK。今天这篇是在讲，就是对于 Graphene 这个材料做它的除氢的那个掺杂，它掺杂铝跟氮，还有铝氮一起掺杂的这个除氢的那个探讨这样。然后他的摘要是在讲说，他是使用他的 DFTD 去做的计算，然后根据他探讨的结果是说，你对，刚刚跟君文你们家 DFTD 其实就在描述凡德网，对不对？对。但是用多体的方式去描述他们，你刚刚回顾文献那个 Lina Jones 的功能。他有提到的结论是说，有一个就是铝跟氮的掺杂之后，会造成会改变它的，就是原始的Graphene 的那个就是半导体的性质会变成金属，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的研究有说，就是对于原本的 Graphene 跟它的掺杂之后，会让 Graphene 的那个结构更稳定，然后提升它的那个对氢的吸附这样。然后他下面这有讲说到，就是四个分别他的这个第一次，对于一颗氢的那个吸附能，然后跟最后他
有三个点位，四个位置，就是分别有4、9、7，然后16个氢最大吸附，然后平均吸附能是这些。然后他也后面也有讲到，就是有超过他的就是美国能源署的那个最大就是标准，出现标准。再是他那个方法，就是一样，就是跟前面几篇 paper 都类似。然后他这边是使用2×2×1的 super cell， 然后来给我看结果一下。他氢分子怎么摆上去吸附？人类摆。对对，然后他这次他有讲到，就是对这种 DFT 人为摆的，我都觉得太那个了。但真正要动力学自己去 run 看吸附多少。这样才有意义哦，所以是人为摆比较刻意，太刻意。你自然条件下哪可能氢乖乖的这么对称吸上去？嗯。而且这个在0K 呢。嗯。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0K 的系统让你去探讨去做摆。好。然后这是它的，就是有平行跟垂直，它只有讲到，它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它就是说。摆放的位置这样有提到这样，然后再来是说，他首先是探讨第一个就是氮跟铝的掺杂，然后上面这个紫色的部分是铝，然后下面是氮，那它分别掺杂位置是六角形中的其中一个跟它的链状，那得到结论是说，在铝的部分在六角形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在氮的掺杂的部分是它的那个链状是比较稳定，下面这个 table 也证实这一点，就是 S3 跟 S4 就是上面氮的吸附，S4 的会相对 S3 的那个它的内聚能相对于它的 S3 会比较稳定，然后 S1 跟 S2 是铝的掺杂 ，S1 是那个六角形的位置，对，然后 S1 差不多。对，然后这是他们探讨的 PDOS 图，然后就是掺杂它的碳的 SP 跟 SP2 对 okay, 好，跟氮对，然后再来是它的氮跟铝的同时掺杂，也是探讨它的位置，然后得到结论是说 S6 相对 S5、S7、S8 的放的位置是比较稳定，然后比较 OK 的。然后下面这张图也是针对 S6 的那个位置去做它的那个 PDOS 图它的探讨。然后这个就是前面报的是说就是掺杂位置，然后分别根据 S1、S4 跟 S6 这三个比较相得到结论比较稳定的位置去做它摆放的那个探讨这样。那下面这张图是说，根据它的出摆放的颗数跟它的那个负吸附能，还有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出氢重量百分比，然后去做探讨。S1 最大的是9颗，然后 S4 是7颗，在 S6 是16颗。然后右边这张图是长条图，它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百分比去做。就是旁边这个画出来的，就方便我们去看这样。然后，对，然后下面这张最后一张图是，它是根据说前面那个，氢跟那个掺杂之后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氢的部分会跟掺杂后的会比较，就是相较于它的那个关系没有到那么明显。然后在铝跟氮的部分，氮的影响会相较于铝比较少。啊，这是跟这个我们前面的计算结果，就是在 S1 跟 S4， 它铝的掺杂会比较吸附比较多颗，然后那个氮的吸附会比较少。然后由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是正，就是跟计算结果是相吻合的，对。好。因为我还有多少 case 在 run？ 201个。多少？201。那还要多久 run 完？这些都是 Material Project 上面的。对，这是 Material Project 上面。
用161。对，因为我那个182好像空间满了，然后我把它移过来这边。对，然后那边再清一下，这应该可以。好，欸，那你试用一下我写的那个，看你的价格的。好 ，OK。有没有试用？有，我有用过，它是 OK 的，就是。你把它那个重新，rebase 一下，因为我有把它 modify 了。就是你去那个 GitHub 上面。哦，好。一样全哎、欸，全部，就好分子在一个档案，好像是要全部，全部，点进去复制就好了。那如果直接在那边 ，GNY 直接在这边改，它会卡住，然后就它会一直卡在左键角，然后写不进去。好的。对。那这边。这边有指定路径啊，一定要放这里面，好，还可以。放外面比较好，因为我会多一个资料夹，不然你这个资料夹跟你这么多档案混在一起，眼睛看会瞎。英文，你按 Tab 键就好了，打前面几个字。一定有空格，空格不行。档名不能。档名那个不能过。Tab 不行。Tab 键。Tab 它。听说。CHEC 可以拼成 CHEHW。
没有，他刚才挡名流。要等一下，他帮你导了。那昨天才放，昨天刚改。好，来，再上去我有一个，帮你看哪边，这些都挂掉了。47个挂掉了。挂。它这个东西是还没有打密的。因为你先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挂掉了。哦，你说，嗯，好。这边是全部都挂掉了。我现在就在看 bug， 比如说这个脚本有 bug。复制那个路径。没有，我直接看了。帮你记录下来，就是你又可以写个小小的 curl code， 把你这些记录的点印档，看是不是因为什么记忆体不够，那你就可以改你的那个 sh 档啊，你就进去改这些 sh 档，再重新丢就好了。好，或者是你这个 QE 的设定哪里要改，就根据这些路径去把你的 QE 去 modify， 我们不是有写一个 modify？ 对。的脚本，对，好，你这路径是哪一个？你跟我讲一下，可以去看一下，是怎么还没 run priority。好，我在，你说这个档案会的路径，就是你刚刚摆那个脚本的路径在哪里？哦，我在放，你贴给我一下，我进去看一下。好，在。对，那个 tab 太慢，你按 tab 键就好啦。哎呀，有录吗？现在有没有录影吗？现在还有录。在哪里？我看一下。眼睛。
Oak。前套一，这个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它是第一个，是不是？这边全部路径都 print 下来了。这些就是你没有丢出去的东西，点印档。Upper 我要怎么写？把这些抓进去，会不会写？会哦。啊，记住哦 ，share 跟 pearl 写在一起的时候，你抓出来的东西都往往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符号。这大家看我写的程式是不是矩阵都有用 map， 就把头尾那些你看不见的字元全部给它先干掉。然后如果是用 share 来抓某一个 data 的时候，那个 data 出来也要把头尾都砍掉，不然你后面做后续操作很奇怪。会不会写？英文。Oak 其实这个从 print 的前面会抓第一项，是抓到的时候。这个 Oak 哦，看你要抓什么啊？一就是第一个，它不是从零开始哦，零是整个文，零是整行吧？我没有用过零的，因为用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对不对？零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整行有关键字的全部都秀出来，但没有意义啊，跟打没有打一样啊，对不对？一的话就是抓这些啊。那刚刚好看一下哦，如果是其他 dead 死掉的 case 的话，我们不要抓 not submitted 嘛，对不对？就负 V 嘛，就不要抓这一行嘛。然后因为还有井字号，对不对？因为下面有个 summary， 对不对？我这边 summary 就是说，你236个 case 里面没有丢出去的跟挂点的，然后47个嘛。那挂点的，你就必须要把井字号也删除啊。所以你这边还要再打一个 grip 哦，才会把井字号给滤掉、哦。那我这边是，你看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是死掉的 case， 我有告诉你说你前面已经 run 了多少步才挂掉了。那所以这个零的话哦，也应该就是你的记忆体不够了。然后这个1的可能也是记忆体不够，但这个跑到41的可能是你 node 挂掉了。啊，像这边如果是0的话，你自己看一下什么有没有办法把你丢 job 的时候改成那个 OMP 啦。你们反正四个都干一样的事，你们自己互相讨论一下哦。不行再来找我了。我为什么会当初这样设计，就是说你可以检查一下哪些 job 要重丢。好。那如果现在是已经挂掉的 job， 应该是第二个吧，才是路径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那个 not submitted 真正挂掉了，你们就要去针对这个点印档要怎样调设定。啊，调设定用哪一个来调设定？你如果要调 QE 的设定，那就用我们上次写了一个，就是说 modify QE 的设定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要调 OMP， 那就在脚本那边改一下 OMP， 那就要用特定的 partition 啊。其实也不用特定的 partition 吧，我们的 node 是不是 CPU 都是4的倍数啊？12也是4的倍数啊，再不行就6的倍数啊，6的倍数应该有16的 ,16 除不尽啊。4的倍数应该也可以啊，对不对？你那个 thread 调试嘛，然后 per CPU 什么那个也写4就好嘛，就不用特定的 partition 啊，这样子 range 就会用的少一点啦、
这样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齁，有问题再找我。我为什么这样设定设计就是这样子来搞的？对，所以英文丢的价格有些没丢哦。